好，那首先呢，请您欣赏相声《打灯谜》，表演者李鹤林、刘鹤英。来的人不少，哎，很多。首先呢，我们俩人先给大家伙拜个早年，祝大家虎年吉祥，万事如意。都是喜欢相声的，哎，不听相声不上这儿来呀？没错，高朋满座呀，太好了，这可以说是盛友如云。是，相声都是两个人说，你一言我一语，跟聊天似的。大家伙看着形式很简单，对，说相声不容易，哎，那是得有个先决条件啊，您给讲讲。你首先说啊，口齿得清楚，先决条件，嗓音得好，哎，得让您听得清楚，哑巴说不了相声，哎，对，都一样，得会说话，其次呢，脑子得快啊，得聪明，当然了，啊，话又说回来了，什么呀？德云社发展到现在，嗯，后台100来人，能说脑子都聪明吗？嗯，好，人精人尖的都跑我们这儿来了，不能。不现实，10个手指头伸出来，有长有短，对，就难免说有个聪明的，有个笨的，哎，这保不齐。各位注意了啊，今儿您算来着了。怎么呢？今天我打算当着大家伙儿，披露一下我们相声界的内幕，哦，爆个料。对了，这两个演员怎么知道谁聪明谁笨呢？各位注意听了啊，很重要。是吗？两个演员从台口款步走上台来，到这儿站住了啊，深鞠一躬，一起身，大家伙注意拿眼留神看啊，怎么知道聪明不聪明呢？怎么知道呢？看得见腿的那个就聪明，看不见腿的那个就笨。你这个年轻的同志怎么那么不自信呢？谁不自信呢？我说了吗？不，您不就这意思吗？什么这意思？我说咱俩一场，我能那么说你吗？啊，我没从我嘴里说出来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啊，您还有话？咱不能这么说呀。啊，我那意思是说，看得见腿的这个就聪明，看不见腿的那个就笨吗？您这还是个问句。当然，这叫设问呢，各位。设问。有问有答呀。哦，那您这答案是？还真就笨。哎，我多余问这句，不好意思的你。行，谁笨呢？说的就是你呀，宝宝。行了，一点都不笨。啊，笨的不是一点儿，我跟你说，哎，我脑子都自助了，你知道吗？行了，你也别这么说。这么着，你要不信，咱们当场在这儿来个测验。今儿个在这儿，你考考我呀，出个题目。对呀，肯定答不上来。哎，那不一定。今儿在这儿啊，嗯，太难呢，他也不行。哎。你跟我学说3句话怎么样？您先等会儿，我问问您是说中国话呀，是外国话呀？中国话，国语啊。中国话，不是闽南话，就普通话。哼，那别说3句，就是30句、300句，我也学得上来。各位啊，我检讨一下自己。嗯。题目出难了。哎，出难了。这3句你学不上来啊？甭说3句了啊，就3句话、啊、头一个字儿，你学上来。就算你聪明，就头一个字。对了，那更没问题了。没问题吗？啊，试试啊。那来吧。注意啊，啊，句子可长。啊，长不要紧，我就听头一个字。今天我们俩人给大家演出，金。心里非常高兴。心。你爸爸是谁？你。哎，这个教育儿女啊，就得这样。您等会儿吧。您这叫超便宜，知道吗？这智力小测验，你还别说啊，他还真说对了。行了，您这叫绕的人啊！没有的是、啊。哎，我没注意，没注意啊！再来一遍呢？再来啊！这就错不了，那准没问题了。注意了啊！你来，今天我们给大家演出，金心里非常高兴。心，我儿子是谁？我走，没您这样的啊！孩子得有孝心。就行了，上来就超便宜。不怎么了，这是您不是说吗？出个题目考考我这智力呀、啊！哦，来个这个智力题啊！您来个小测验，数学怎么样？我数学最好，数学好极了。啊、注意了啊！您说这道题跟树木有关系，
跟数字有关系。对了，凡是数都记着点儿。哦，跟数字沾边的都记着点儿。好，记着点儿，我提醒您来吧，我加点小心。注意了啊，嗯，说有这么一辆公共汽车，公共汽车是六路公共汽车，六路公共汽车，六路公共汽车。啊，这公共汽车总站 啊在六里桥。六里桥。对了。这辆公共汽车从始发站六里桥就开出来了啊，车上有十个人，十个人。第一站呢啊，上来三个人，下去两个人，下去。下一站呢，上来四个人，下去三个人，下去。下一站呢，上来四个人，没下去人，没。下一站上来七个人，没下去人，没。下一站呢，上来两个人，下去三个人啊。问这辆公共汽车，我走了几站？赶紧说，别想。快，我猜不着，我赶紧赶紧。好，您这说这么半天数目字，您问几站，我哪记得住啊？我各位没超过十，他这智商啊，我这精力全在这人上头了。我让你注目点数目字吗？这我注意不了，这我哪知道您猜几站呢？我这个人不是您有好题目没有？您换一个，换个好的题目啊，这也错不了。语文怎么样？哎，语文也好啊，语文也好。注意了啊，您再说，看好了。念什么？不，您再来一遍，我没瞧见。你瞧，口，答对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你得有勇气呀、啊，你得自信呐、啊。你能说对啊？别忙啊，别忙，题目还没出完呢。还有，说三个口，念什么？银，嚯，三个金呢？心，三个木，森，三个水，秒，三个火，盐，三个日，经，三个一，这不认识。三呢？你各位，我容易吗？我不是，我带他上来，我就算助残，知道吗？你太难了。我改残疾人了是怎么着？要不是为了咱们这免税，我至于带你上来吗？您这里还有残保金的事儿是怎么着、啊、好家伙，我紧着引导你，我怕你说错了。你三没您这么引导，我还说不错呢。太笨了，您这钱的都是上边一个底下俩，到最后您改罗着仨，我哪猜去？我脑子的问题，你是什么脑子的问题、啊、别废话，就您这倒霉题目我也能来。什么样？我也能出这题目。你也能来？您这算什么题目、啊、你出一个，出一个。各位看我啊，看我看得见腿的我怎么答。看得见腿的是怎么死？你这出，你这是听着啊。嗯，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？咦，这也叫题啊？张嘴就来。你说这是冰棍儿？怎么是冰棍儿呢？想想道理啊。啊，你冰棍儿能吃吧？啊，这没问题。吃冰棍儿啊？冰棍儿是什么做的？水做的。化完了之后能喝呀？哦，完了吗？能做？当然是了啊！我不做这个冰棍儿从哪儿来的呀？啊，做冰棍嘛，在家冰棍 DIY 嘛，冰棍。您说那是制作的做？你的意思是、啊？我们说的是当颤栗坐下来，这个坐。坐也坐着也可以呀、啊，也可以、啊，也可以呀、啊。啊，你夏天是吧？赶上那个空调坏了的时候啊，你买一箱冰棍，买在底下你一坐，啊、哦，爽。一会儿就得上厕所去，这一天都停不下来。这横着坐，你别竖着坐呀。哎。我还不知道您有这爱好，我就告诉你嘛，你这个冰棍吗？不对，怎么不对、啊？你也别胡解释，不对，不对吗？不对，那你这个答案是？答案是，听好了、啊，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？您这是面包、牛奶和沙发。警察同志，把他带走，带走。怎么着没猜上来吧？脑子怎么想的？还面包、牛奶和沙发？嗯、你这不是三样吗？我没告诉你是一样啊。不是你这都猜一样，你三样，你这怎么猜这个？我没说是一样吗？你这脑子太各色了，你知道吗？行了行了，您这不怎么样、啊？怎么不怎么样？哎，您有好题目没有？当然有好的了，有好的了，有好的说呀。有好的，咱们出一实事吧。还实事？实事 啊, 啊，就前不久，我们这个。这个郭老师啊，我们的师傅郭德纲、啊、这个过生日啊，生日的实事儿，我这个但是这个过生日嘛，大家伙都贪杯，就多饮了几杯。哦，喝多。对，叫何云伟 啊何云伟，何老师
从这个屋里走出来，脚底下都打晃了啊，扶着路边的一个小树，就这个情景打一个动物。这个嗯，他大象，小象他也够不上啊。河马，姓河就河马，他嘴有那么大吗？米老鼠，你不能赶长得像什么就猜什么呀？不，那我猜不上来了，太笨了啊，太笨了。说何云伟喝多了，从屋里走出来，扶着一棵小树打一个小动物，这是兔。哎，想去吧。对，喝多了可不是兔吗？别着急，这时候李菁从屋里走出来，摇摇晃晃，啊，扶着这棵树打一小动物。兔，不对，这是野兔。他也喝多了。别着急，要说跟咱们师傅最好的啊，还得说是于谦于大爷。哎，对，于大爷喝的都是高度白酒啊，好家伙，喝的浑身热呀，把衣服唰唰唰唰唰脱了个精光，啊，出来扶着树打一个小动物。兔，不对，野兔，不对，这是流氓兔。哎。什么题目啊？这都是这题目高深极了，我没处猜去。我这个高深极了啊，哪儿想去？不是您有别的没有啊？您再这么着，咱可猜不了了。有好的，还有好的，前勾后抹，之前都不算了，全都不算了，一锤定音啊！就看你这个智商了啊！哦，最后一个是吗？肯定猜不着。哦，那不一定，肯定猜不着。您再试试。注意了啊！嗯，想个题目啊，肯定猜不着，我都不一定猜得着。各位，您出吧。听好了，嗯，题目有了。说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，猜去。不不不，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啊，您得给我个范围。哪有范围去啊？啊，你当然是有范围了啊，你得有范围啊。这就是过不久的事儿，过年，啊，过年，过年的一活动，过年期间的一个活动。对喽，嘿嘿，您容我想想。是，我也想想。出的有点大了，这个题目。哪位猜上来的？先告诉我，你知道吗？不容易，人三头。不，这什么六耳？过年期间的。八条腿，一只眼。哎，猜着了。啊？我猜着了。什么？我猜着了。你愣猜着了？我猜着了。我给你换一个。哎，这尾巴，等会儿。我那儿琢磨半天，我猜着了，您给我换一个。太快了，我还没猜着，你猜着了。嗯，猜着了。说，这个。说，这是过年期间庙会上头耍狮子的，跟这个题面相符吗？很符合呀。别让我问住了。你问不住。先说这三头。三，你看，狮子一个头，嗯，耍狮子两个人是两个头，三头。六耳呢？哎，你看。狮子是两个耳朵，耍狮子两个人是四只耳朵，六耳，八条腿。狮子四条腿，耍狮子两个人四条腿，八条腿，一只眼。你刚才有这句吗？当然，一只眼 ，only one。你这怎么回事？说清楚了，一只眼呢？这我猜不上来了。完了嘛，你这认赌服输完了吗？嗯，猜不上来完了吗？不是，猜不上来完了不行。怎么了？您得把这谜底说出来。哪有谜底去？啊？不是，你当然是有谜底了。不是，您说出来。当然有谜底了。啊，你想我想一个。这是什么呀？你别着急啊。啊，这是就春节时候一活动吗？什么活动啊？过节的时候，我奶奶抱着猫雇三轮串门去。完了，什么答案呢？这是不挺好吗？不是，您能解释吗？当然能解释了，能解。您先说，当然能解释。您先说，这三头，你看，我奶奶一个头，蹬三轮的一个头，猫还一个头呢，这可爱的小猫，三头，六耳。你有三头，必有六耳 啊！我奶奶俩耳朵，猫俩耳朵，蹬三轮俩耳朵，六耳，八条腿。我奶奶两条腿，蹬三轮的两条腿。猫有四条腿，谢谢这只猫。八条腿，一只眼。我奶奶脸一个头，蹬三轮的一个头。他猫一个头，三头，一只眼。我奶奶俩耳朵，
蹬三轮的俩耳朵，猫有俩耳朵，六耳一只眼，我奶奶两条腿，蹬三轮的两条腿，猫有四条腿，八条腿。我问你这一只眼，宝贝儿赢就赢在你这一只眼上了。怎么呢？我奶奶双失目，抱一瞎猫，蹬三轮的一只眼。去你的吧！